把这牌子给我砸了，什么三碗不过冈，吹牛。客官，客官，哎呀，客官，你真的不能走啊。为什么？客官有所不知，最近景阳冈有猛虎出没，已经伤害了30多条人的性命。我看客官不如在我小店住上一宿，明天人多了以后再结伙过冈吧。我的家就在那清河县，这个景阳冈我至少走了10-20遭了，从没听说过有什么老虎，你少编瞎话吓我。客官，客官，我不是吓唬你，真的有猛虎啊。真有老虎？千真万确，官府早已贴出告示，单身行人不能过冈，尤其是这个时辰。客官，我看你还是跟我回店吧。官府有告示？有啊，不信回到店里我拿给你看啊。刚才在店里吃酒的时候为什么不拿出来看？我以为你吃多了酒走不了了，所以我就你是想那银子吧？哎呀，你那点把戏骗不了我。我是一片好心，绝无恶意，你要是被猛虎吃了可不要怪我。你休得再吓唬我，有虎我也不怕。让开。你们这些废物，这么多猎户，连一只老虎都打不过。你们可知道，这只老虎伤了多少人的性命吗？32个，32条人命啊！大人，不是我等不尽力，实在是那老虎势大力猛，难以接近呢。大人，为了打虎，我们7-8个猎户死在老虎口中了。既然猛虎如此凶猛，更应该尽早除掉它。你们再多设一些陷坑、窝弓、药箭，然后接火设伏，5天之内必须除掉景阳冈上的猛虎。限期之内若除掉猛虎，本县重赏你们，若不能除掉，本县重罚不饶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你拿上衙门的文书，去找他们的相关，让他们多派一些强壮的农夫协助猎户们打虎。此外，派人在景阳冈下的各个路口再多贴一些本县的榜文，重点警告行人不得单独过冈，更不得夜间过冈。是，大人。白天那个人喝了这么多酒，这个时候过景阳冈不会有事儿吧？你管这么多干嘛呀？你卖你的酒已经伤了32个人了，还多着一个。
你是什么人啊？吃了豹子胆还是吃了狮子胆？怎敢独自一人夜间过景阳冈啊？原来是猎户，我还以为又碰见老虎了。怎么，你碰见老虎了？碰见了，就在后面冈上的树林里。啊，我在那儿路过，碰见一只老虎，被我给打死了。吹牛不吃官司是不是？你吹牛也太没边了，赤手空拳打老虎，你有三头六臂不成啊？不相信是不是？走，我带你们看去。出来吧。这是上司挣的银两，你点清了。哎，西门大官人，您太客气了吧，生意是您做的，我怎么好收您的银两呢？如果没有绿林中的这些朋友们的帮忙，我怎能赚了这笔银子啊？既然西门大官人这样讲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过请西门大官人把这些银两换成宝石奉差送给你家小姐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李爷，就怕小妹不肯收下你的心意。大官人，长兄如父啊，日后在如兰小姐面前还请大官人多多美言几句，将来在生意上，那我李武一定会尽心尽力。也罢，待会儿喝过酒，我去和小妹说一声。可别忘了是我送的。放心。街上这是什么动静啊？婴儿，你去看看。是。来。来。
场上老虎被人打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听说那好汉只用一拳就把老虎打死了，现在他们正抬着老虎游街呢。走，咱们也去看看去。哎，大官人，